现在大家是越来越重视卫生的问题，所以新北市立图书馆、长安永平分馆以及永安更新了阅览室，日前各采购了一台紫外线除菌机。读者借阅书籍之后，可以自行的利用机器消毒，确保阅读时的卫生。为让读者安心借阅书籍，也为了维护书本的清洁，新北市立图书馆、长安永平分馆以及永安更新阅览室日前各采购了一台紫外线除菌机。现在天气越来越高温，然后要让家长安心把小孩送来，也希望每个读者身体健康。除了用酒精消毒以外，我们希望呢提供这个紫外线的除菌机，来让读者用得更安心。这台紫外线除菌机使用起来相当的简单，只要将书本以 V 字形放入，再开启按钮，就可以进行消毒。连小小读者都相当肯定。我觉得很好，因为如果前一个人有生病，然后他有打喷嚏的话，我们如果去碰到那一页的话，我们也会被传染。所以有消毒之后，你会读起来比较安心。嗯。我觉得有消毒的比较干净，而且那个如果别人的手摸过了，下一个使用者还可以那个再使用，我觉得很方便，我觉得这个机器很好用。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有些书籍或者是杂志有附光碟片，要放进去消毒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把光碟片拿起来，避免光碟片毁损，也伤害了消毒机。记者沈俊、林景瑜，芦洲采访报道。